是边啊煎五人年鸟，奇怪咧，大家拢有。所以这条我进去买半斤鸡包。这条较早阮做起来唔该是港片。你讲合作在啥物名？中药店是讲做地藤皮，地藤皮啊，地藤皮啊，啊，台语叫做包银啊。这以前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吼，囡仔时阵，对啊，去吼，较早阮做细汉的时候，我用那个皮啊，念国小时候那个有人伫买收的皮，伊讲是去做新台币，不要整颗挖起来哦，讲是做纸，做纸毛颗粒，伊讲这皮去浸酒，可以那个啊浸什么酒？米酒就好，米酒的噻。不能吃太多，会拉肚子哦。他们当作好酒，一人喝一大杯。啊，浸酒要浸多久？反正浸一年以后都可以了。一年以后哈。十年了。啊，浸好就会使倒出来吃呢。没有，平常应该保养可以用了。是。有长东西再吃。哦。它会消掉。真的。嗯。我以前有，我们家有吃蒲银。过去有做蒲银。是叫补阴的，对啊，啊那补阴呢？我知，因为你讲迄药效吼，跟我妈讲的同款，对，补阴，啊伊嘛是食肿瘤，啊都吃好了。补阴的，你讲补阴。可是吃法跟你们讲的不一样，是他怎么吃？就你妈妈讲。煮茶，煮跟他炖，他炖。哎，我吞不下去呀！我爱三百骨啦，我做半天。我倒一点点哦，我还要掺开水，温温的，赶快吞下去。我喉咙受不了。对，因为我也喝过啊，我也喝过。麻麻的，啊！我老爸即摆拢甲人介绍啊，去中药店买蒲银，蒲银啊，嘿。唯一是讲地藤皮啦。哦，了解。有人讲，所以是一样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哎，阮遐人。哦，这是一样的东西哦，这个就是哦。打拍一张起来啦，哎，你慢慢。你讲蒲银啊，对啊。这个还不好找嘞，这种药。哦，真的。哇。学到了。筋甲皮啦，筋的皮较好，就是要皮啦。伊的皮嘛，这个部分嘛，对不？筋的部分甲骨的部分的皮，就是皮。哦。啊，不过你讲袂使规丛抽起来啊。可以啊。加较少，有的地方很多啦。对啦。规丛抽起来，伊就无个挖，它就越吃越少了。小孩子吃哦。北海岸哦。你北海岸，你得上贡寮一刀一刀。哦。